到什么时间玩刀锋荣耀？我们开始吧。好，我们今天玩这个超级好玩的手游。那游戏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武将手游，我们继续来玩。好，那这边呢可以做一个，不要吵啦，主播。好，这边要教你怎么装备强化。那我们前期呢，就先把主线解完即可。这边可以自动传承。那手抽已经讲过了吗？哦，你看就那么好玩。哦，那这边可以开启一些新技能。下面可以把邮件领一下。问答题一下，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三国手游。我要对战方法其实很简单，这教堂什么意思？这边就技能升级了，这边你可以武将哦，你可以做一个助理的动作。哦，超级好玩的！好，我上面有投资、成长基金、投资争霸。这边，我这边也看一下。我下面这边，我们可以招募一下。哦，拜托！啊，哦，应该只是碎片而已啊。好，今天的重点给大家看这个招募。这个就武将的招募哦，武将的招募一抽，那这边呢就会显示说我们可以得到的武将哦，这游戏武将真的是做超级帅的，这根本就是武将的手游。然后他有宠物武将哦，其实这游戏现在蛮多题材可以做。而且他的战斗玩法超级简单哦。我觉得算是一个创世纪的武将手游了，非常的棒啊！这边可以再美签，这边可以签到一下，这边一个战利礼包。这边可以选择一只，只是说一个领养。哇，连领养都是柴犬哎、欸！天啊，这游戏真是太有趣了啦！点技能这边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种人，它这边可以进行解锁。Oh my god，太好玩了吧！哦，所以你可以解锁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对，升级。哇，实在是太好玩了！天哪！宠物的上身教学。哇，太可爱了吧！装备一键强化，宠物再升级，一键喂养。哇，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好，再来，装备再强化，太好玩了！再装备，确定。再强化，再进阶。天哪，天哪！这边就是我们的宠物啊！哇，这游戏真的是整个就是一个把三国带进来的一个 MMORPG，太猛了！它就是很像，就是像一般的打怪嘛，很像一般的打怪的线上游戏。可是它结合武将哦，结合武将，我真的是非常狂的手游啊！那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啦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可以订阅我频道。